孩子们，你们看，这里是唱戏的戏台。为了让观众看好戏，演员们就要在这高高的平平的台子上进行演唱。用一个方块表示高出地面的平台，上面用丝字表示活动着的人。这个人或是在戏台上演戏的演员，或是在讲台上讲学的老师，更或是在点将台上发号施令的将帅，这就是戏台的台子。那窗台、楼梯、台阶也是这个台子吗？是啊，只要是凸起来又平整的建筑都叫做台。特矮台，戏台的台。台。老爷爷，他们抬的那是什么东西呀？哦，他们抬的是戏箱，箱子里面装的是演戏用的服装道具。两个以上的人用手或用肩膀把东西提起，就叫做抬。一个人把手臂平着举起也叫做抬，因为抬必须用手，所以用提手做旁，再用抬字表示读音，就是抬东西的抬字。还有抬头、抬脚、抬起手来等等，都是这个抬字。抬，提手抬，抬东西的抬。抬。啊，好了，咱们到别处去看看。戏到晚上才看呢，急什么呀？哥哥，你看那儿也有绿毛毛。老爷爷，那水窟窿旁边的绿毛毛是什么呀？啊，那是青苔。什么叫青苔呀？青苔是隐花植物的一类，有绿、青、紫等各种颜色，常贴在阴暗潮湿的台阶处生长。因为是植物，所以用草字头表示，再用台字表示读音。台，草字头台，青苔的苔。苔。以后走在这阴暗潮湿的台阶上要小心滑倒啊。走了，咱们进庙里去看看。哎，走。老爷爷，嘘，小声点儿。老爷爷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求坐在莲花台上的菩萨保佑，让那个年轻的女子快点怀胎生小孩儿。因为胎儿是在肉体内，所以用肉月来坐旁表示，再用台字表示读音。不过要读医生，胎，怀胎的胎。人或者其他哺乳动物母体内的幼体叫做胎，比如胎儿、双胞胎等等。胎，肉月旁胎，怀胎的胎。胎，胎儿出生以后意味着人生的开始，把怀胎的胎稍作改动，把肉月旁换成女字旁，就成了开始的始。为什么要把肉月换成女字旁呢？刚出生的婴儿不能离开妈妈呀，只有在妈妈的呵护关爱之下，婴儿才能长大成人，才算是人生的开始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也明白了。始，开始的始。始。好，老夫带你们再去一个地方。好，我领你们来过这儿吗？来过，来过两次呢。你们说，我们脚下这条长长的平台叫做什么？叫防洪大堤。对，就是这坚固的防洪大堤抵御了无数次洪水的泛滥，把洪水彻底的制服了。因为是水，所以用三点水表意，又因大堤是高出地面的平台，所以与台字组合，这就是制服的制字。制就是管理、整理的意思。
比如治国、治家、治病、治山、治水。就说这里吧，原来是一片乱河滩，看现在治理的有多好啊，多么美丽啊。治，治理、治山、治水的治。治。好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好。哎嘿，走。